所以现在四个月开始，博智就开始练习做咯，自己做咯，对不对？然后博智坐着的时候最喜欢做一件事就是看电视了，对不对？博智呢？博智，博智呢？这是什么？妈妈的手啊，博智。博智在哪里？博智在这里。妈妈带博智一起玩游戏，对不对？博智在哪里？博智在这里。妈妈带博智一起跳舞啊，博智宝贝哟、哦！很多你来看，博智宝贝哟、哦，博智宝贝。博智在哪里？博智在这里。爸爸带着你环游世界去。博智在哪里？博智在这里。妈妈带着你环游世界去。是不是宝宝跟妈妈唱不一样？你在笑？今天博智会翻身了，昨天刚满四个月，对不对？好，博智很厉害，阿妈称赞你说你好棒啊，对不对？宝宝最棒了，对不对？博智好棒啊，好棒啊，对不对？博智在哪里？博智在这里。像极了。下下人也自语，初起时年二十四，其继父向梁，梁父及楚将相向燕，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。孝氏世世为楚将，功于项，故系项氏。项籍少时学书不成，去学剑，又不成。项梁戮之，即曰：“书足矣。”记名姓而已，见一人敌，不足学，学万人敌。于是项梁乃教及依法，及大喜，略知其意，又不肯进学。项梁杀人，与及欲仇于吴中，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，每吴中有大摇一级上，项梁常为主办，因以兵法，布勒宾客及子弟。以示知其能，请使皇帝由会稽渡浙江，梁与吉俱观，吉曰：“彼可取而代也。”梁掩其口曰：“吾妄言足矣。”梁以此其吉，吉长八尺余，一人扛鼎，力气过人，虽吴中子弟，皆以旦绩矣。秦二世元年七月，陈涉等起大泽中。其九月，会稽守通魏梁曰：“江西皆反，此应天王秦之时也。吾闻先急之人，后则为人所制。吾欲发兵，使攻及还楚将。是时，还楚王在泽中。”梁曰：“爸爸坚持，人莫知其处。爸爸坚持要在博智这边念《史记》给你听啊，对不对？博智刚满四个月，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吃手指头，对不对？”守曰：“若扬招即入，须云即曰可行矣。”于是即遂拔剑斩手头，项梁持手头，佩其。应受门下大军捣乱，及所及杀数十百人，一府中皆袭服，莫敢起。梁乃招顾所知豪力，欲以所为起大事，
遂举吴中兵，使人收下县，得精兵八千人。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、侯、司马。有一人不得用，自言于梁，梁曰：“前时某商使公主某事不能办，以此不任用功。”众乃皆服。于是梁为会稽守，即为裨将，巡下县，广陵人昭平。于是为陈王巡广陵，未能下。闻陈王败走，秦兵又写字，乃渡江剿陈王命，拜梁为楚王，上柱国曰：“江东已定。”即引兵西击秦，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。好，今天先念到这边为止。只喜欢爸爸念，不喜欢。至少他没睡着啊，对不对？嗯。我儿子昨天刚满四个月哦，哇，我儿子的脚丫丫哟，握握手，好朋友，握握手，做朋友好不好，宝宝？好不好，做朋友，做朋友，握握手，好朋友，握握手，做朋友，好不好，宝宝？脖子好不好？哎呦，这只狗是哦，踢踢踢踢呀，踢呀踢。脖子宝贝，脖子宝贝哟，妈妈小宝贝，妈妈跟你握握手，握握手，好朋友，握握手，做朋友好不好？啊，咕叽咕叽咕叽叽，啊不不不不，咬咬妈妈，咬咬妈妈，咬咬嘎嘎哦。More precious than diamond rings. I've been watching you for an hour, baby. Now, 儿子才刚满四个月。可是他现在已经很奋力，想要翻身了哦，哦。哇，脖子好厉害哟、哦！脖子，你好厉害哟、哦！哦，脖子你好厉害耶，宝宝！才刚满四个月就那么卖力耶，宝宝！脖子呢？手手会不会痛痛？嗯，妈妈帮你。哇，手手会痛痛。脖子呢？脖子呢？
不是耶。博子啊，博子你好厉害哦！博子哎，博子你好厉害哦！啊，我们休息了好不好？翻够了呢。